坏，又到了抱团的时候了。佳佳，我好害怕。不要害怕，我拽着你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拉的是谁啊？我。我是读队长你吗？对。哇，等下这地上是湿的。我的天哪！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又是黑的。好黑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！打浴室门之后，就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，然后浑身是血，然后站在一台上奔我们压过来，然后随着这个不断推进嘛，又明又暗的，然后这个女的就不断的开始喊一些个疯疯癫癫的话呀，什么我只有你这一个孩子呀什么的，看来她妈妈心智也不太健康。你像我们到一个这种的空间啊、哦，一个长条尽头挂了一个人，挤压空间，他是挂在那个墙上，那个人就是你记得那个恐怖公馆吗？然后那个人身上脸上都是血。好像他媳妇怎么都喜欢干这个事儿，这也是一种道德绑架，就是妈妈只有你了，你还不能做到我希望你成为的样子。我因为你才变得这么压抑的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孩子，然后你还不成功，我觉得这种话会给孩子非常大的压力，对，血淋淋的压力，真的是。这种妈妈呢，虽然她今天带着这个血呀，红色的，但是我平时好像我也见过别人妈也好像也这样，就是过来时候也挺可怕的，像张牙舞爪似的，然后就是盼着自个儿家孩子一定要强，因为这事儿吧，我现在我也能碰见。让我站起来好吗？站不起来，小贾胆儿真大呀。我当时其实还行，不害怕，因为我前面有小贾，我要站第一个估计我有点不行，反正我在小贾后边，我就没有后面这仨人那么孤灯坐地上。看到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没看到。其实我当时很想去看一眼的，但是后来我从我蹲下，然后到我坐下了以后，我站不起来了，我就让我站起来好吗？让我站起来好吗？稳住！我尝试着我站起来，然后我就站不起来了，然后后来我就放弃了。